它开起来呢，就像这样子，像一个冰淇淋的，好吃哦。你想要吃巧克力吗？ I can tell by your smile, you hadn't been with a good girl like me in a while. Yeah. Hello, 我是小肉圆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饼干。要介绍冰淇淋的饼干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甜筒饼干。是固力果的综合迷你甜筒饼干，然后它这个一盒里面啊有十个，有十小条，然后它这边有写说巧克力口味有四条，然后草莓口味的有三条，然后还有牛奶口味的也是三条哦。现在就来开箱吧。然后它这边开起来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优格口味的有三个，然后巧克力的有四个，然后这个是草莓口味的有三个。哦，妹妹，你想要先吃哪一种？那个是什么口味的？你喜欢吃草莓的吗？好，那我帮你开好不好？然后它开出来，它开起来呢，就像这样子，像一个冰淇淋的甜筒，真的很像冰淇淋，对不对，妹妹？好，那你开始，你吃一口，吃一口看看。草莓口味哦，啊，好吃吗？真的哦，好吃哦。啊，你想要吃巧克力的吗？等一下我们再来吃巧克力跟优格，好不好？妹妹，今天的甜筒好吃吗？好吃。那我们下次再介绍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好吗？好。那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